起来，小姐。各位敬爱学员吼，咱第40届啊，真紧吼。各位学员，大家较早，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即马我是姓郑吼，郑自在，就是迄个1970年代市长案的郑自在安尼吼，毋是共名啦，是我本人安尼吼。啊，我本身是建筑师，啊，即马退休啊，吼，啊，转入去专业的画家，吼，我做画图、画油画，吼，啊，兼在各位早起咧食饭的时阵，吼，啊，边啊有200幅图，吼，啊，迄就是我画安尼，吼，啊，各位会使欣赏，吼。啊，毋通顾食饭安尼吼，啊，图爱欣赏一下吼、哦。啊，这图是有想讲，若有人要收藏，啊，收藏这费用要捐吼，这个民政府安尼吼。啊，所以各位爱甲伊欣赏一下吼、哦。啊，即马吼，啊，台湾今仔日已经是10月初六啊吼，会使讲是台湾的秋天啊吼。哦台湾的秋天确实真水，雨也较少吼、哦。啊，咱的温度才20几度、26度、25度，哇，真好的一个温度吼、哦。啊，所以普隆时我是拜二甲拜五吼，拢、哦、出去写生啦吼、哦。啊，昨去平南，哇，去画迄个地黄吼。哦咱平南出产茶，吼、哦，包种茶，吼、哦，啊去画迄个茶园。我结果呢，要开始画啊，煞落雨啊，所以昨画无成吼，紧收起来吼、哦。感谢感谢。啊，早下来我看，我伫外口拢穿一领夹克啊，安尼拄拄啊好啊。今仔来到遮，那较闷安尼吼。冷气无开，当然免开啦吼。咱连窗也无开咧吼，啊，这空气无啥流通，所以有较热啦吼。今仔有较热。啊，最近吼，9月初哩一个大消息吼，各位可能大家有注意，就是讲美国政府允准台湾吼免签吼，免签证。入去即个美国，啊，这当然是听起来是好消息啦吼。但是我听到即个消息了后呢，心情真郁卒啦。哦，啊，那变做安尼啦吼。伊是免签，就是讲你摕中华民国基本护照，护照的顶端有一个芯片，基本护照吼。啊！你要出发以前，你来先上网去即个美国移民局的网站去登记。啊，要哪登记呢？第一就是讲，伊问你讲，啊，你的出生地是倒位？啊，你的出生地啊写台湾。哦，你若写台湾以外，金门、马祖吼，安尼就袂准啦。哦，啊，你的国籍？啊，写对呢，国籍啊写台湾，吼、哦，啊，搁爱填你的身份证号码，吼、哦，啊，当然都有你的 email 啦、住址啦，才有诶无诶吼，安尼伊当日呢，就甲你准啦，吼、哦，然后符合因的资料吼，伊、哦、就甲你准啦，啊，准来了后，你就会当摕这本护照离开台湾。进入美国，啊，护照顶端有一个芯片，伊这芯片落去去因的电脑吼，啊，就
查者就知影讲这是真的哈，啊，就给你去安尼。啊，即摆问题就来啊咧哈，因为1979年美国甲迄当时的中华民国啦哈，即摆是中华台北哈，断交啊，断交了后呢，美国国内伊的国会哈通过一个法律叫做《台湾关系法》（台湾 Relations Act） 哈，啊，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呢写得真清楚，就是讲自1979年正月初一开始呢，以前的中华民国呢，就叫做台湾地理当局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哦，无要来叫做中华民国，吼、哦，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无这个物件，啊，即马免签摕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咧，啊，你台湾关的话讲无中华民国啊咧，吼、哦，啊，美国讲啊，台湾唔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嘛唔是一个国家。啊，你若引进一本中华民国护照进入去台湾，安尼毋是真奇怪咧吼？所以我咧想讲，即个国际的关系，毋了讲，干那咧讲法，咱若咧讲法的时阵吼，中华民国美国无承认吗？但是伊即嘛。承认你这本护照会使入来美国，安尼毋是真矛盾吗？吼、哦，啊，佮美国咧讲你台湾啊是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啊，咱的国籍人伊叫咱填台湾，安尼毋是嘛是真矛盾啊？啊，所以照法律讲起来未通啦，吼、哦，啊，但是我是讲国际上的考量，吼、哦，除了法以外。啊，搁爱力，你有力啊无？你的行政力、你的政治力、你的经济力，吼、哦！啊，所以美国因为和台湾免签，考虑美国的利益，因为年底美国改选啊，吼、哦，放这个消息出来，对奥巴马总统有帮助啊！啊，所以是美国纯粹徛伫以美国的立场，吼、哦。啊！以美国利益考虑这个物件，啊，所以咱即摆就是讲，伫法律上，台湾人甲中国人诶无共，吼、哦，啊无共诶时阵，即、這个台湾关系法无甲你分，台湾关系法咧讲，住伫还是讲徛伫台湾诶人 ，people on Taiwan。吼、哦，伫台湾的住民拢甲你承认，你就是爱伫台湾有实质，伊较要引进，互你入美国安尼，吼、哦、啊，所以这个就是免签的一个问题啦，吼、哦、啊，即马就是讲台湾民政府有发张身份证，啊，这张身份证是有效啊无效，吼、哦，即马还阁无人持的咧，吼、哦。即马就是11月初一免签开始生效，吼，开始有效安尼吼，啊，所以若有人摕这张身份证，啊，摕中华民国迄本护照出国，啊，去美国摕这张身份证，内底晶片去雾化嘛，快用人啊，未用人吼，啊，来未用人吼，啊，民政府啊重新哎过来检讨啊，吼，到底是问题是安怎呢，吼？啊，所以即摆就是讲，咱伫台湾吼，啊，若有人问讲，啊，到底你是啥物人？你是倒一国的人？哇，咱就爱阁想一个咧吼，啊，阁顿一个讲，到底我是啥物人？是台湾人？无咧，我嘛是台湾人嘛，中国人咧吼，嘛毋是咧吼，所以。啊，无人讲伊是日本人咧，吼、哦！啊，所以咱家己煞唔知影讲吼，
啊，咱到底咱是啥物人？吼、哦，那非洲的国家，吼、哦，上山的伊是乌皮啊，那么是一个国家啊，因知因是啥物人啊？吼、哦，咱那个唔知呀，吼、哦，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爱谈历史，吼、哦，爱讲起，啊，咱知影清朝时代。日本甲清朝有一个战争，就是日清战争，吼、哦。啊，日本打赢咧，啊，清朝打输，啊，打输了啊，啊，订一个合约，吼、哦。啊，日本呢叫做《下关条约》，啊，中国清朝这边叫做《马关条约》，吼、哦。啊，这个《马关条约》的顶关呢，写甲真清楚，吼、哦，就是讲。清朝同意将台湾澎湖的充分主权挂让予日本，哦，充分主权哦，拢挂予日本。啊，所以日本签这个约了呢，予伫台湾的住民两冬的时间，哦，两年的时间来决定讲，啊，你是要做日本人。啊，是不爱做日本人，吼、哦！啊，你若要做日本人，你继续留伫台湾，啊，你就是日本人啊嘞！啊，所以，但1895年，吼、哦，啊，伫台湾，这人就是咱的阿公阿妈，吼、哦，这祖先就日本人啊，吼、哦！诶，包括我呢，我嘛日本时代生呢，吼、哦，拢是日本人。啊，但是呢，历史这个物件吼，是不时咧震动的吼，伊毋是静止，定定伫遐，安尼就是安尼咧吼。1941年，这个日本啊发动这个太平洋战争，哇，开始台了侵略吼，拍去到中国，拍去到南美洲安尼吼，啊，甚至呢啊攻这个。啊！美国这个海外的珍珠港，我美国就向日本宣战啊！吼、哦！啊，伫这个太平洋战争呢了后，1945年，哇！这个两粒原子弹弹来到地吼、哦，日本挡袂住啊！日本就宣布吼、哦，啊，伊无条件投降，吼、哦！啊，这两粒原子弹呢，一粒伫希罗西嘛。一粒伫那个沙基吼，确实真厉害，这个原子弹吼。啊，了后日本宣布投降，宣布投降是宣布投降，这战争的开始吼，战争要结束，一定要签一个交战国啦吼，一定要签一个和平条约，这个战争才正式结束。但是1945年。战争停战了呢，无签这个和平条约啊，一直等到1952年，旧金山合约有48个国家签落去，这个太平洋战争才正式结束。啊，这个所以伫1952年以前呢，伫台湾这的人呢，包括人，包括领土。拢是日本的，所以日本领土吼、哦。啊，1952年旧金山合约，啊那写呢？旧金山合约呢，讲日本将台湾甲澎湖的这个主权的充分管理、主权的管理放弃，吼、哦，以放弃台湾甲澎湖。诶，一切管理哈，但放弃了，啊，要给什么人？还无讲啊，条约条干无爱讲啊，吼、哦，迄个条约无爱讲吼，伊、哦、有迄个时空的背景，因为迄当时呢，共产党甲国民党咧拍啊密密麻麻吼，啊，所以条约唔敢讲台湾甲澎湖要送，所以无讲，啊，所以无讲呢，到底？1952年以后，啊，咱是
什么人？那是咱的职是什么？吼，说唔知影呢，吼。啊，但是呢，旧金山合约有48个国家签字，这个签字内底48个国家内底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中华民国，啊，所以中国甲日本的战争也无结束啊，因为伊无签合约啊。啊，所以另外呢，1952年的中华民国甲日本呢签一个合约，叫做《日华合约》，啊，有诶叫做《中日合约》。啊，这个合约内底呢，就写啊写讲安怎呢？自1945年踮伫台湾土地顶端的台湾人，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哦，但1952年开始呢，咱煞变作啊中华民国的人，哦，啊，这是违反国际法。啊，同时呢，英国、美国拢提出反对，哦，讲你袂当将集体吼，将这个国籍安尼改过来，哈，哦，啊，所以1952年开始，咱变作中华民国人。但是呢，20年后，伫1972年，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你断交了后，啊，这个《日华合约》有效啊无效？啊，断交啊嘞，哪有效？啊，那断交了后，这个《日华合约》无效的时阵，啊，咱的国籍是啥？煞唔知影去嘞，吼！哇，等到这个2006年，这个林志升先生顶吼200几个人向美国政府提出告诉，啊，告讲这个旧金山合约，啊，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吼，哦，你是主要占领权国，啊，你主要国占领权国，你有义务来照顾你占领的这个领土，就是台湾，哦，啊，伫台湾土地顶端的台湾人，有权利享受美国宪法之下的这个保障，哦，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就告美国政府呢，吼，哦，你讲一个台湾人去告一个政府。啊，这个政府佮世界上用的政府呢，吼，这无简单呢哈。啊，你要告政府，啊，你嘛要请美国律师呢，哈。啊，美国律师是摕美金的呢，嘿，伊无必要摕台币呢，吼，吼，啊，这袂少钱呢，吼。你若无相当的把握，你敢敢去告一个政府？你唔敢啊，吼，哦。结果告来到底，吼，经过3年了后，美国的最高法院，吼，哦，啊，都有一个判决文，啊，这判决文提的就是讲，你台湾人无国籍，吼，哦，无国籍的台湾人，吼，哦，啊，台湾人60几年来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台湾人60几年来无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吼，哦。啊，台湾人60几年来，咱的国际地位拢无确定，所以这个判决文给你写个真清楚。啊，你台湾的现况，台湾的状况就是安尼，哦，啊，所以现在咱就无国籍啊嘞，哈。但是无国籍，即马美国佫叫咱要入境的时阵，国籍爱签台湾的，哦，啊，所以这才是真矛盾啦，哈。这个法律啊，甲这个现实，确实哈，哦，啊，有一个差距哈，哦，有一个距离安尼哈。啊，即马咱知影，啊，咱住伫这个所在，啊，统治的人是中华民国，啊，统治咱的人是中国人，啊，到底中华民国是啥物外国嘞？哦。
啊，美国讲啊，你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啊，啊，你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时阵，哎，中华民国变中华台北咧，吼、哦，啊，你举出迄个旗啊，啊，五个人啊咧，吼、哦，哎、欸，啊，你中华民国个旗啊走去对，无去啊，吼、哦，中华民国伫国际上无即个物件，啊，所以啊，到底是安怎咧？啊，咱知影吼。清朝时代，迄当时有一个孙中山吼、哦、在起革命，啊，即咱伫册拢有读到咧吼、哦，哇，孙中山革命成功，啊，就引导清朝咧吼、哦，啊，就建立中华民国。啊，这个时间点咧，都1912年，啊，所以。中华民国甲公元呢差11年，啊，所以咱咧读过来呢，应该将中华民国提掉啊，吼、哦，因为事实上，伫世界上啊无中华民国这个物件吼，啊，所以咱唔好用民国几年，民国几年吼，哎，我嘛袂晓算咧吼，但是民国甲公元差11年，吼、哦。中华民国在1912年成立的，啊，成立了后呢，一直到这个啊太平洋战争，就日本拍入来中国的时阵，国民党甲日本有战争，共产党甲日本也有战争嘞，吼。啊，战争拍开了，1945年日本战输，哇，中华民国。讲伊是战胜国战赢嘞吼，但是呢，经过4年呢，战赢的中华民国吼、哦、变作战败，伊予共产党拍倒啊。伫1949年，共产党拍赢国民党，拍赢国民党，国民党就消灭啦吼。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国。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消灭了，灭亡啊！啊，灭亡，伊剩的这人名啦，啊，就逃亡啊！啊，逃亡来对，逃亡来台北。啊，所以1949年呢，一挂难民，中国的难民，走来台湾的台北。啊，伫1950年，我怎介绍？迄当时1949年的蒋介石呢是在野，伊毋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伊敢若是国民党的总裁的款啦吼。中华民国的代理总统呢，伫1949年啊就走去美国啊，因为共产党拍赢，吼啊蒋介石就走来台湾，啊过过一年，我蒋介石伊讲啊，我唔是总统呢，但是我要回来做总统。吼、哦，啊，咱的历史课本就写讲，蒋介石在1950年复行逝世，哇，伊要回来做总统啊嘞，吼、哦，啊，就安尼一句话，伊就起来做总统啊。啊，其实呢，伊是非法占领台湾，啊，伫台湾，因为伊是照讲，伊是流亡，1949年流亡来台湾的一个政府，一个流亡政府啊，无可能统治全台湾啊！吼、哦，你西藏的达拉喇嘛流亡去印度，你敢有可能印度拢当你统治的？无可能啊！你是一个小小的区域，互你踮在遐生存，但是台湾无共啊，台湾也无共呢，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关系。1945年呢，明军指派中国地区的蒋介石将军代表明军来接受伫台湾日本军的投降。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吼、哦，这是1945年。啊，1949年呢？所谓的中华民国，伊是流亡来台湾，啊，所以中华民国呢，本身呢，伊就两个
特性，吼、哦，一个是占领，吼、哦，占领台湾；一个是流亡台湾。啊，流亡政府，吼、哦，这个名称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规格，啊，所以在国际上呢，拢叫中华民国叫做中华台北，意思就是讲Chinese government。exile in Taipei， 就是讲中华民国流亡地台北，叫做中华台北，吼、哦。啊，咱知影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法国和德国占去的时阵，法国的政府嘛流亡去伦敦啊，哎嘛叫做法国的这个伦敦。就是法国政府流亡在伦敦的一个政府吼，伊的模式就是安尼叫啊，所以咱叫中华民国叫做中华台北是正确的吼，正确的这个叫法啦吼。所以咱知道中华民国就是安尼演变到伊即马逃亡来这个台湾，变作一个流亡政府吼。啊，但是呢，是当前。中华民国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佮签一个合约，叫做《ECFA》。一个流亡政府，啊，甲一个中央政府签一个合约，意思就是讲，我无爱佮流亡啊，我和你讲和啊，吼、哦，我会当自由返去中国啊。所以签合约了后呢？这个流亡政府这个名称嘛无正确啊！啊，中华民国变作啥？中华民国变作一群中国难民所组织一个政府，留伫台湾吼。伊无个流亡啊，因为有签这个合约的关系吼、哦。啊，所以讲到这时吼，啊，咱爱真清楚。咱每四年拢选一个什么中华民国的总统吼、哦，还是假吼、哦？中华民国都不存在啊，哪有什么总统吼、哦？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啊，甲咱讲啊真清楚，台湾这个政府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吼、哦，啊，所以你所选的呢，就是地理当局的局长，还无什么总统啦吼。哦伊是家己封的，啊，咱嘛对伊安尼吼，嘛咧封咧吼，啊，所以咱每四年吼啊，总统选举咱嘛安尼拼啊吼，啊，即摆来想起来吼，迄落唔对啦吼，唔对吼，啊，所以照讲咧，台湾人咧应该抵制中华民国的即个一切的即个作为吼，中华民国是非法。占领台湾，啊，所以呢，台湾人呢，爱采取和中华民国呢无合作主义，你较有可能吼、哦，将中华民国赶去吼、哦。啊，你若阁参加因的选举有诶无诶吼，啊，你变作伊的这个啊体制内底的一部分吼、哦，加加咧吼，啊，我咧中华民国愈来愈瓦起来咧吼、哦，煞无法度希望吼。哦啊，所以即嘛吼，啊，讲到这的时阵，政府甲国家呢，诶，两个观念吼、哦，政府这个物件会改变，朝代会当换，但国家无换吼。比如讲呢，啊，元朝、清朝灭亡呢吼、哦，啊，元朝这政府就无去啊，清朝起来，政府换，啊，但元朝甲清朝呢，拢是中国，吼、哦。清朝和孙中山灭亡，中华民国起来，吼、哦。这个政府换做中华民国政府，但是国家无变啊，国家是叫做中国啊，吼、哦。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倒，消灭去，政府变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政府，伊个国家嘛叫中国啊。哦，无变啊！所以讲呢，民进党咧话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哇，这是真大的错误。因为你若画安尼落去吼，哎啊，拄拄啊好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使来甲你接收台湾，因为你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啊，因为伊拍赢，吼、哦，拍赢的国家呢，方消灭了政府的一切，伊的资产、伊的财产，所有的国家的资源拢会当接收，吼、哦、啊，所以中华民国若是掌握台湾。啊！就阿强啊，上欢喜啊！啊！就台湾，我也接受过啊！啊，对啊咧，哦，啊，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种讲法哦，啊，是真大的一个错误吼，啊，袂使安尼讲。所以吼、哦，啊，我各位一寡这个基本的观念啦，哈、哦，啊，各位若有问题哈，啊，随时会使提出来问哈。哦今仔呢，主要我是要讲吼，啊，台湾自1920年代到即马，哇，即马是2012年啦吼，哇，差差八年就100年啊咧吼，啊，这100年内底，遮侪台湾人的精英、知识分子啊，非常打拼，出钱出力，出因的青春、因的生命。为台湾打拼，但是到即马呢，经过一个世纪，啊，台湾的命运，台湾人的命运，啊，佫无改变，啊，到底是安怎吼、哦？啊，这个1920年代，啊，就是日本时代，吼、哦，啊，日本伫这个1895年占领台湾，登陆台湾，吼、哦。啊！日本登陆台湾，伫对登陆的呢？各位敢知？这北部应该知影，吼、哦。有讲家人啦，吼、哦。本来是日本的日本船要登淡水河入来，啊，咱知影淡水河口吼、哦，大炮吼、哦，不止遐济啦，吼、哦。所以日本船唔敢登淡水河入来。日本船哦，是咱这个。澳地迄边啦，吼、哦，但澳地迄边登陆，啊，佮用步行路的吼，行入台北城的吼、哦，啊，所以1895年开始呢，台湾人有抵抗日本的这个占领吼、哦，有抵抗，一直到1920年，台湾人讲到讲。咱无法度抵抗，用武力抵抗，咱无法度啊！因为日本呢是一个正式的国家，伊的军队是正式的军队，啊，咱台湾人呢是德国倒菜刀啊，你临时起义的啊，你若打赢这个正式的这个军队，啊，所以拢白白牺牲哈，啊，所以但1920年开始呢，这台湾人就讲安尼。唔袂散吼，所以开始台湾人诶，这个社会运动。啊，这个1920年呢，有一个新民会吼，伫这个日本东京成立。啊，这领导者呢，啊是林献堂先生吼，是台中雾峰。诶，这个林先生吼，林献堂先生，1921年，吼、哦、啊，咱拢有听到台湾文化协会，吼、哦、啊，就是蒋渭水先生、林献堂先生，吼、哦、啊，台湾文化协会主要呢，就是要提高台湾人的文化水准，提高台湾人的知识水准，吼、哦、啊，所以就。专岛呢，专台湾呢，四界演讲哈，啊，要提高这个台湾人哈，伊、哦、演讲算起几百场的哈、哦，几百场演讲。1922年，有一个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哈、哦，啊，这嘛是林献堂先生啊主导的哈、哦，议会举行啊，这是日文啦哈、哦，日语哈、哦，主要就是讲。要求日本
因准台湾人参与日本的政治，吼、哦，要参政权，吼、哦，啊，这个议会设立运动，吼、哦，因每年呢，有当台湾组一团的人去日本东京请愿，吼、哦，啊，连续有14年哦，14年每年拢去，吼、哦。有去请愿15摆啦，吼！啊，15摆以后呢，到尾呢，有啦有成功啦。伫1945年4月初呢，吼，这个天皇，日本天皇有一个诏书，讲允准韩国甲台湾的人民吼参政，会使投票，会使参加因的选举。啊、所以在1945年呢，台湾有3个人，和日本呢选入去日本国会内底做参议员。这林献堂先生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哦，林献堂先生啊，台南一个苦饼。哦，啊，佮一个的名哦，无佮来好记哦。欸啊，即马1926年哈。哦啊，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吼、哦，啊，这领导者呢，甘杰甲赵刚，吼、哦，啊，农民组合伫屏东迄边，屏东迄当时呢，拢是正农种甘蔗，吼、哦，农民种甘蔗，啊，了呢，甘蔗送去会社，啊，会社磅了呢，送去蔗糖厂，啊，做糖，啊，甲外销安尼，吼、哦。啊，因为会社呢，北社这些农民甘蔗个偷斤减两哦，啊，所以农民起来抵抗，组织农会。啊，甘杰这个人呢，伊是一个小学个老师，啊，到尾死掉，哦，啊，专门哦来领导农民哈、哦，所以日本时代诶领导者哈、哦，啊，但是国民党来以后呢，啊，甘杰到国民党枪毙啊。都掠去断死啊！呢吼，啊！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在迄个年代呢，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所谓的左派啊、甲右派的两种思想吼、啊。啊，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分裂，啊，分裂了后，台湾文化协会呢，啊，组一个台湾民众党。啊，这是台湾政治史上吼第一个台湾政党吼，并不是民进党，是台湾民众党吼。啊，1928年呢，有一个台湾共产党吼，伫这上海成立。啊，1930年，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林献堂先生、蔡培慧先生啊领导的。一个社会运动，啊，这嘛是要求哈，啊，台湾人参加政治，啊，变作一个自治的所在安尼吼。啊，所以以上这社会运动呢，就是台湾人争取参政哈、啊，并不是要要求分离、要建国安尼吼，因为迄个年代、迄个时代，台湾人是日本。这个殖民地啊，台湾人是日本籍的，吼、哦，伊无要要求吼、哦、建国安尼吼，啊，即伫这个运动中吼、哦，啊，和日本人、日本政府啊起诉、判刑、抓关的吼，唔抓只啦吼，啊，佫足济吼，啊，即是真有名的这个台湾人吼，就台湾近代史讲起来吼，啊，真有名吼。啊，比如蒋渭水、蔡惠如，吼、哦，这日本留下王明川，这是文学家，吼、哦，蔡培慧、林妙春，林妙春是这个林献堂先生的侄仔，吼、哦，啊，伊文笔真好，吼、哦，啊，甘杰拄拄有讲，吼、哦，张清切文学家，吼、哦，啊，赖河是中华的医生，啊，嘛是文学家，啊，即卖台湾文学呢？将赖河医生改尊敬做台湾文学之父，吼、哦，是文学家。啊，
腰椎吼，腰椎嘛是文学家吼，所以这个人吼，拢是这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吼，学问真好吼。啊，罗浩先生，伊是医生，一方面看病人，啊，一方面写小说吼，伊短篇小说写个真好吼。啊，看病人，咱知影迄个年代吼，那无。破病真严重吼，袂去找医生啦吼，因为你医生的费用有当时也拿袂起咧吼。啊，你大病真严重啊，啊，无去看医生嘛袂使呢吼。啊，所以去找偌好医生，啊，袂安怎啊欠潲啊。哦，啊，所以有一年呢，偌好医生哇，李高梅啊吼，伊将一挂小单摕起来看，哇，规沓咧吼。伊讲这小单来收收咧吼，哇，今年好过年呀吼，啊，所以李高梅想真美，想啊天光吼，伊将这小单咧拢个烧掉哈，无爱去收啊哈。伊讲我好过年，但是这人吼可能歹过年哈，啊，所以偌好医生吼受到彰化人吼非常的尊敬，啊，伊可惜呢。真早过身哈，啊！伊出葬的时阵，哇！将我家下人，大家拢出来伫路边给送安尼哈，所以真受到当地人的这个、迄、那个尊敬哈。啊，腰贵，伊拢用日文写小说哈。啊，伊当时迄个年代，伊有一篇小说叫做《三伯夫》啦哈。那咧奔波出来，迄个三伯夫，啊，三伯夫伊就登伫即个本杂志的顶端吼，是偌好先生主编的吼。啊，因为小说真长，分作两期吼。啊，第一期登出来吼，哇，日本政府警察来干涉啊，讲你袂使登即个物件吼，你即个是迄、那个啊，讲即、這个。日本政府的歹话吼，啊，日本警察歹话，无要顶吼，啊，所以到尾无顶呢，顶一半呢，杨贵呢，将这边无消散呢，就送去日本去投稿就对了，啊，结果呢，伊这边消散呢得奖吼，迄当时第一奖拢毋是台湾人啦，台湾人拢得第二奖吼，第二顶的吼。伊就第二种安尼吼，所以嘛是真优秀的一个台湾人吼。啊，伊日本时代参与社会运动，甲国民党时代呢，伊嘛是看袂做吼，伊嘛写一个叫做《和平宣言》，拢总122的《和平宣言》，结果呢，国民党呢，甲判。十年徒刑，122哦，122判十年吼，佮掠去绿岛关十年安尼吼。所以绿岛关出了，伊等于即个台中的台中人吼，伫东海大学的附近啊，开垦一个花园，叫做东海花园吼，有遮故事安尼吼。啊，1934年呢？有一个大洋殿，哈、哦，大洋殿就是讲，即、这个过去即个艺术家，台湾人即优秀的艺术家要出名呢，也爱将伊的作品呢，从台湾运去到东京，哈、哦，啊，东京受到日本的即个评审委员的审判，啊，判了后呢，那得奖，哇，都有名起来呢，哈、哦。啊！即台湾人认为讲，安尼无啥对嘞吼。咱台湾人的作品啊，留到台湾人家己来评审吼，啊来审判来决定讲，什么人的作品啊得奖安尼吼。啊，即就是台湾人的即个文化艺术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吼。啊，即台湾人呢，等得及。真早就过身了吼，伊毋是伫创会者吼，但伫其是1930年就过身啦吼，
真少年哦，过身的时阵才26岁，哦，但是伊真优秀哈，真优秀。这下骹这人呢，大部分拢受伊照顾哈。啊，这名呢，鼎鼎大名的这艺术家哈，啊，大家也记好条呢。这廖介春哦，这鼎鼎大名哈，李兆桥、颜水龙哈，啊，李梅秋这三杰的祖师庙哈，杨三郎。陈廷波这家己的画家吼，到尾228国民党清算吼，啊，佫真侪啦吼，我是列几个这人吼，这人的作品伫1930年代都进入这个国际水准啦吼，所以1930年代台湾的这个艺术界是一个台湾的黄金的时代吼。啊，即马廖介春吼，即、哦这个陈廷波的作品啊，伫国际拍卖场内底吼，西北图啊，10号以下吼，拍卖毋是几千万呢，拍卖上亿个呢，所以因个即个图的价值吼，可见吼、哦，是确实吼，真有价值吼。哦啊，拄拄啊讲起吼，啊，即、这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啊，迄、那个年代1940年代吼，啊是30年代，即台湾人家庭经济较好诶，啊，就去日本留学吼，含即个1960年代、70年代台湾人去美国留学，去日本留学相共吼。啊，迄、那个1940年代，台湾人呢，遮少年的呢，拢去日本留学。啊，伫日本留学了结束吼，因无转来台湾，因拄啊转到中国的华北去吼。因为迄个时代，日本伫中国华北呢，就是东北吼，成立一个叫做满洲政府。啊，你。咱知影成立一个政府啊，需要足侪人才，吼、哦、啊，所以台湾人呢，读册了就走去啊，吼、哦、啊，去啊，即个工作机会真好，吼、哦。那像是去啊，大部分吼、哦、有4000-5000个台湾人吼、哦，啊，大部分是拢医生，吼、哦，医生较侪。但是因去到中国呢，唔敢讲因是台湾人，哦，互相之间呢用白字，哈、哦。白字来称呼，讲是台湾人吼。啊，迄、那个年代无法度去日本读册，去日本留学的，啊，袂安怎？啊，战争吼，啊，所以日本政府就甲你定调去做军夫，定调去做日本兵吼。假使我若阁早5-6年出世吼，我可能嘛阁调去做兵啊吼。啊，所以。大部分呢，拢调去南洋作战。哦，啊，我看伊这日本的历史吼、哦，日本这国家，伊人口也毋是讲偌济啊，啊，国家嘛毋是讲偌大吼。伊、哦、这个太平洋战争拍去到中国，你看中国的迄个面积偌大吼，毋连伊战场中国呢，伊即摆南洋所有的国家，吼、哦，包括澳洲。菲律宾、印尼，哦、甚至越南那边，拢咧作战啊！啊，你无可能讲日本遐济人打赢吼、哦。啊，所以作战到最后呢，高中学生都爱去做兵啊！吼、哦，遐未成年的嘛爱做兵啊！吼、哦，所以打到最后一定爱输啦！吼、哦，因为伊的战场伤过宽去。啊，1945年啊，无法度啊，战败啊，接受无条件投降。啊，这伫中国的台湾人呢，哇，当然真欢喜。哇，讲中国真赢啊吼！啊，伊要倒来台湾，接受台湾吼、啊。啊，就是这所谓的祖国派，哦、啊，要回归祖国啦吼、啊。啊，结果呢？在1927年，
即个所谓祖国派呢，就开始抬啊吼，啊真侪人呢，因为离离班呢，啊牺牲吼，啊即、這个George Kerr吼，伊当时美国踮伫台湾的一个副领事吼，伊写的一本册吼，离离班被出卖的台湾，叫做《Formosa Betrayed》吼。伊个估计是讲两万个台湾精英吼，互枪杀啦吼。啊，其实呢，真侪人讲唔念吼，佮比这较济啦吼。但是这无法度考证吼。啊，这台无死这人呢，这台湾那边啊，爱走啊，爱走路吼。啊，这个咱知影，这个贾雪红、杨克宏，这台中人吼。啊，贾雪红。杨克宏，伊是台湾共产党。哇，迄当时当然国民党爱掠啊，吼、哦，共产党诶，即正是掠个枪毙啊，啊，所以来走。哇，啊，伫台湾里边走，台湾是一块岛呢，吼、哦。啊，即、這个贾雪龙，确实是一个真传奇诶台湾女性，吼、哦。伊本身呢是一个勇女，吼、哦，迄、那个年代。一个勇女的女性啊，不可能我哩读册啊，吼！迄、那个年代的女性嘛，拢无读册，吼，拢查甫读册，查某袂使读册，吼。啊，伊靠家己的自修，吼，啊，捌字，啊，领导共产党，吼，啊，到尾嘛去到莫斯科大学册，吼，真牛啦，吼！啊，伊安那走离开台湾呢？伊想讲，啊，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啊、所以走去高雄做营，迄当时做营是国民党海军吼的所在吼，啊，伊坐去这个啊国民党的战舰吼，啊，坐去中国，啊，了跳船就无转来吼。啊，咱知影这个廖文业，云林人，云林吼西丽人吼，啊，廖文业这个大家族吼，嘛真。真无简单诶，廖家、婚姻廖家吼，大家族哇，有六个朴氏呢，吼、哦，包括廖文杰吼，即朴氏，啊，即、这个国民党要甲掠，伊嘛走吼，二二八了，伊走香港，但香港佫走日本，啊，走日本了后，伫日本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台湾临时政府吼。哦哎、欸，啊，国民党当然，迄当时无法度容忍这代志啊，吼，啊，就要甲掠，啊，人伫日本，你是要哪甲掠，吼、哦，啊，国民党咱知影吼，后部真济，啊嘛真残忍嘞吼，好啊，我掠你袂着嘞吼，啊，我掠你兄弟啊，吼、哦，掠你兄嫂，掠你这亲戚吼，总掠就对啦吼、哦，啊，你了解土地真济。啊，土地总没收，吼、哦！啊，廖义这兄弟吼，廖文业兄弟吼，判死刑。啊，即摆来强害廖文业。啊，你要转来无？啊，你若无转来吼、哦，你的兄弟啊判死刑的要执行。啊，廖家财产要充公。啊，各位，咱也是廖文业吼、哦，啊，咱要安那做决定？吼、哦！啊，咱是要继续为台湾打拼，还是要救你这兄弟啊？救你这财产，吼、哦！所以最后廖文杰选择回来台湾，吼、哦！啊，当然回来是真郁卒啊，吼、哦！回来顶当是导航啊，吼、哦！啊，所以回来了后真郁卒，吼、哦！啊，国民党让伊去石门水库，过石门水库，吼、哦！啊，所以无偌久，伊就过身啦，吼、哦。啊，咱知影苏明先生，苏明和医生，吼、哦，95岁啊呢，即马行路安尼无法度直起来吼，来翘骨翘骨，也是关啊吼。伊嘛搁咧做独立运动吼、哦，一生做独立运动安尼吼。啊，伊伫台湾，伊嘛想要抵抗即个国民党，要暗杀蒋介石吼、哦。啊，到尾。国民党知影吼，要甲掠，哇，伊嘛爱走咧，
啊，伊要安怎走？迄当时，咱知影屏东的金蕉吼，啊，拢外销去即个日本。啊，即金蕉呢，上船拢伫家人吼，家人港上船。啊，迄当时的金蕉呢，拢用迄个竹篮啊吼，一篮一篮安尼吼，啊，用人工压去伫船顶安尼吼。啊，士兵先生哇，迄个接着困工吼。啊，就脱衫吼，脱袜体安尼，啊，金蕉呢，我就海去金角头，啊，就夹去船顶啊吼，啊，去船顶了后，就秘到船内底吼，都无出来吼，啊，船驶到日本东京，就跳船啊，吼，哇，都运气无老好，啊，跳船了，叫日本警察杀掉咧，哇，这跳船的吼，抓到要给送返来台湾，啊，送返来台湾嘛，稳死的啊。啊，所以国民党知伊吼、哦、要甲掠，啊，所以发一张公文叫日本政府，讲要通缉一个苏明先生安尼吼。啊，这个苏明伫日本警察局呢，伊就要求要政治庇护吼。啊，政治庇护意思就是讲，伊受到台湾政府的迫害，啊，所以要求日本政府的庇护啊。啊，这张公文呢，都证明讲。伊受到迫害安尼吼，所以国民党的公文呢，所救着苏明安尼吼，所以仲要继续留伫日本。哦，1949年拄拄也有讲吼，啊，蒋介石甲伊即个东军吼，啊流亡来台湾吼，因两个性质流亡个占领吼，啊1950年复行逝世吼，啊就开始。白色恐怖吼，啊，就开始大台人啊，啊，白色恐怖唔念台台湾人，啊，中国人嘛叫台吼。啊，1952年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旧金山和平条约哦生效。啊，伫迄个年代呢，台湾即个啊留学生吼，台湾即个铁分子嘛是爱走啊。啊，大部分拢在美国留学，吼、哦，啊，伫美国，因就组织台湾独立运动，吼、哦，啊，伫1956年，上早的美国台湾独立运动，伫费城，吼、哦，美国费城成立，啊，1957年呢，啊，台湾开始选举，吼、哦，有啥物省议会五好奖，吼、哦，啊，1964年。这个平明明先生甲伊两个学生，贾聪明甲魏定条哈，啊魏定条已经过身啦哈，啊发表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啊这个自救宣言是贾聪明哈伊学生写哈，啊平明明先生有个改哈，啊结果伫印刷厂哈印好也未发的时阵。就去予警察抓起，哇！迄、那个年代是反攻大陆的年代呢，吼，逐日都三顿拢咧发反攻反攻咧，吼。啊，结果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发表讲反攻无望论，反攻无望绝对袂成功，啊，美国嘛无允准伊反攻安尼吼，哇！这抬头做啊，吼、哦。你甲我讲，这无效啊！我政策是要反攻的啊！吼、哦、啊！所以这三人抓起来，学生判刑，啊，平先生呢，啊，佫唔敢来判刑，因为伊国际上有名吼、哦，啊，美国有咧注意吼、哦，所以佮软禁，啊，软禁伫因家吼，软禁真久啊，经过三四年后吼、哦，啊，伊感觉讲，欸伊个性命吼，嘛危险危险吼，唔知倒一天吼，诶，国民党做掉吼，伊是讲安尼，伊嘛爱走咧吼。哇，这台湾人吼，我真牛咧吼，话要走了，我都走吼。啊，伊要安怎走咧？伊顶到24点钟拢有人监视，吼，因到对面遐度有一个设一个站那个监视个吼，所以伊就上一步。伊即马逐日哦，开始徛在伊客厅个窗仔口，啊，互监视个人看，哦，啊，看伊都伫遐无走啊，吼，啊，伊就开始流喙手、流头毛，哈，
哇，经过几啊个月呢，伊变虎手诶吼，啊头毛啊长长安尼吼。啊，有一天暗时呢，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叫做 Thornberry 哈、哦，啊，这个宣教师啊嘛是福州的咧，哦，啊，这个 Thornberry 来个拜访，哦，啊，拜访了，迄暗就转去啊咧吼，结果转去的唔是宣教师，转去的是平先生转去哈、哦，啊，宣教师留在因家吼。哦啊，隔天呢，宣教师就徛在迄个窗仔口吼，哦，监视的人看呢吼，监视的人远我看，哎，啊，福州的人搁徛伫遐吼，安尼来就无问题吼。啊，结果平时一个人飞去个水电的 Stockholm 嘛吼，啊，监视的人报告还不下吼，还搁伫遐吼，有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真的吼，因为 Thornberry 是今年吼。有出版这个故事哈，有发表一本册安尼哈。啊，七零年代哈，啊，真多代志发生啦。这个大陆人民成立，啊，这个人呢，即马拢倒来伫台湾哈，啊，包括我本人啦哈，啊，这个平时脱离哦台湾，啊，1970年有一个市长案哈。在纽约哈，啊，咱时间的关系无多讲哈。啊，1971年呢，蒋介石甲伊的代表被驱出联合国。啊，这点咱大家爱清楚哈。国民党拢甲咱讲是中华民国被驱出联合国，迄唔对哈。联合国诶，这个国语文写甲真清楚，就是讲蒋介石甲伊的代表。驱出联合国，中华民国的会籍犹原留伫联合国，但是伊会名呢，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即马个一个台湾人讲要反联，要等于联合国吼，用中华民国的名，啊，就未通啊！啊，人中华民国已经是伫联合国内底啊，是改名安尼尔吼。你袂当阁用中华民国啊，吼！啊，所以这点咱来真清楚吼，是蒋介石往赶出去，吼，唔是这个中华民国呢。1975年蒋介石死亡，吼，啊，这个1978年蒋经国啊继续独裁统治台湾，吼，啊，1979年啊美利都事件，大家拢知吼，啊，这个1979年台湾关系法，吼，啊，台湾关系法内底。把中华民国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哈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所以就真清楚，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国家。1986年，哈，民进党成立，哦，啊，有遮个代志，哈，啊，佮1987年戒严，哈，38年的戒严，哈，戒毒安尼，哈。啊，解除了呢，哇！一个台湾人拢跳来双股啊，吼，因为双股无危险嘛，吼，啊，所以大家拢跳来双股。啊，1990年，即海外大陆的这个的人，运动的人，哇，开始突破黑名单，转来台湾，吼。啊，这转来这人呢，即摆拢投入双股，吼，啊，有诶拢做立委、做市长啊，吼。啊，我是海外黑名单，我是1991年转来吼。啊，我转来呢，伊还阁无要我转来吼。我转来到桃园呢，阁甲关出去吼。哇，四五个少年呢，还甲关起来吼，就还阁送去飞机吼，阁飞转去东京呢吼。吼，我迄当时就真受气啊吼。我都30天无转来台湾哦，啊，脚踏入桃园无倒入来。哦，我就真受气，我讲安尼好，我要用我的办法转来安尼吼。结果6个月后，我搁等桃园机场，哇，就入来咧，入来都无代志咧。哎，我安那入来呢？啊，我摕别人的护照咧吼。啊，这护照吼，啊有技术啦吼。你要这本护照，你来找吼，找这个人，含你生做差不多的身高、年龄吼。
啊，佮即人好食要招你咧，哈，若无要招你，无法度吼。啊，所以即个人佮真好，好食招我吼。啊，我来当汤机场了入来吼，伊也毋知影咧吼。所以入来了后呢，我就开记者招待会，我回来了吼，啊，你要甲安怎咧？结果呢，伊用即个国安法讲我偷渡入境吼，啊，甲我起诉。我尾仔甲判刑一年吼，哦，一年阁真诶呢，家己爱关呢，所以我倒来要关一年吼，因为时间诶关系吼，啊，无法度讲即个故事啦吼。我判一年伫台湾关三个工个安尼吼，但台北关伊甲高雄、台南去吼。哦，啊，九一年有遮个代志发生吼。啊，2000年，哇，变啊，选了总统哈，哇，我嘛真欢喜咧哈。啊，迄当时就是讲要正名运动，啊，要定一个新宪法，啊，台湾就变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哈，这未通哦。一个国家毋是讲哦，我正名，哦，改这个名变做一个国家，毋是安尼哈。啊，有这法律哈，啊，这主权要安怎转移，主权一定要有合约。较有可能即个主权会转移吼，所以无法度即个正面运动未成功啊，毋然未成功吼，啊变做本身就拍来乌落吼，即马个咧关吼，即马走伊个英总吼，台北英总安尼吼，所以选举呢无可能来建国吼。2006年吼，啊拄拄有讲吼。林志成先生啊，甲即个瑞奇合作，即、这个台湾竞赛吼，咱叫改叫做何瑞元啦、啊。其实伊个名何瑞元一点关系都无吼，伊、哦、叫做瑞奇合作，咱甲合作翻做何瑞元吼，咱乌白共翻吼，所以咱爱叫瑞奇安尼就好啊。吼、哦，即两位呢，咱爱真该尊重。因的理论呢，敢提出伫美国的法院受到法院的严惩，哇！这就证明呢，因的理论正确徛一条啦，吼、哦！啊，无你毋敢过美国咧，吼、哦！啊，所以这个理论到即嘛吼，到目前呢，啊，我看个是上正确、上完整的一个理论，吼、哦！啊，所以美国法院的最后一个判决文吼，啊，拄拄也有讲啊吼，就是60几年来，啊，台湾人呢，拢生活伫政治棱角内底吼，啊，无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啊，台湾伫国际社会中无一个正确吼，啊，是讲确定的地位吼，但是法院伊是咧讲。虾米人有法度对台湾行使主权？这个问题呢，是政治问题，毋是司法问题，吼、哦、啊！所以法院呢，无法度就这个主权这个问题做判决，吼、哦！伊甲甲你判讲台湾的地位就是安尼，吼、哦、啊！只有这个主权要安怎处理，法院毋敢。做决定吼，啊，所以即马真清楚了，就讲台湾主权的问题，啊，转去美国的即个国务院是即个行政问题，啊，所以台湾人呢，啊，要求美国国会有提案来处理台湾的主权问题，美国即个国务院较有可能处理即个代志。啊，美国，即马美国要安怎？美国都好势好势咧，维持现状，啊，对伊嘛无歹处啊。伊着维持现状，互你免签，安尼落来吼、哦。啊，所以即马着是爱看咱台湾人，吼、哦，台湾人爱较侪较醒，吼、哦。咱训练到即马40届，毋敢2000几个人尔，吼、哦，即人啊上少，吼、哦。啊，我是讲一个
一群人、一个民族的命运的改变，要靠在地的人。意思就是要靠咱台湾人本身，台湾人要家己站起来。啊，这是我一再咧讲的 People's Power， 哦，人民的力量。咱若有法度动员四五十人，伫台北市总统府头前，你若甲动一个月，我保证中华民国绝对倒。啊，这就是中东的咧，啊，拢是安尼啊。哦，埃及啦、利比亚啦，遐只国家拢安尼。哦，你若动员遐侪人出来吼，连续个月就差不多啊吼。啊，所以今仔时间的关系吼，啊，我够予各位一两分钟，若有问题吼，啊，会使提出来分享吼。啊，若无，咱就会当结束安尼吼。啊，各位唔知有啥问题无？那无问题哈，啊，咱今仔课啊，直接来结束啊，感谢大家，感谢。请起立。今日休困十分钟。